路跑活动挑战自我体能，但接下来的路跑活动赛事则是邀请大家吃美食做公益。光丰地区农会结合马太安休区，将在10月23号举办马上跑起来公益路跑赛，比赛采不计时吃或路跑，沿途补给站都是本地农民业者赞助的好料，而报名费500元全部裸捐基督教门诺会善牧中心，也欢迎大家即刻上路跑网站报名，一起路跑做公益，吃在地美食。马上跑起来公益路跑活动报名期间，主办的光丰地区农会与马太安休闲农业区的业者紧锣密鼓筹办讨论活动细节，希望10月23号活动当天都能顺利圆满。路跑出去的时候，最后一批是9点20分，3公里的出发，九点就要就绪。马太安休闲农业区近年来每年举行公益办桌以及农民市集，捐助地方慈善机构中心，而今年由光丰地区农会主办，马太安休闲农业区、新绿农园等协办，以马上跑起来马太安湿地去为公益路跑乡情暖暖市集的方式来举办。不仅在地，包括台东、台南等地著名的小吃业者也都纷纷来赞助力挺，很多的政府单位协助，像水保局、县政府，还有我们乡公所等等。更重要的，我要跟各位讲，这次整个公益路跑好多好多民间的朋友都赞助了很多，要给报名做公益路跑的朋友，比如说我们在地的吉林茶行、范家爱玉，还有呢更远的，连台南那个增援的虱目鱼丸的那个呱呱眼那个老板，他们也全力的赞助，所以我看这个活动非常非常多的人协助。马上跑起来公益路跑活动集结在地农民业者赞助的特产美食好料，报名费500元，这是将全数捐赠给基督教门诺会善牧中心。光丰地区农会总干事张明发邀请大家即刻上路跑网站报名，一起健康路跑做公益，大啖在地美食好料。这一次我们的报名费呢，一个人是500块啊，我们预定的办理的时间是在10月23号，我们报名是在9月20号截止。你可以上我们的伊贝特网站路跑的系统来报名，或是打电话到我们的农会的推广部0387052006来做这个公益的路跑活动啊。这一次参加路跑的部分呢，我们内容赠品呢相当的丰富，我们除了现场有100块的原油券以外，免费可以品尝我们在地的一些美食啊。这场堪称是吃货公益路跑活动，除了是有丰富的选手包与伴手礼，路跑动线上还有最在地的补给站美食，搭配环山道路上的美景，要让参加的民众体验一场不计时美食好料任你吃的公益路跑赛。即日起可至伊贝特路跑网站或致电光丰地区农会推广部登记报名，一起来响应支持路跑做公益。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